是有点紧。这个拿掉，不好拆了。就是一起拿下来嘛。哦，就一起的。对，一起拿下来，再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有点紧。看一下这个是哪个线？这个电源都关掉了啊。关了。线还有拆的，直接在那这边不好拆是吧？我就拿掉。那里紧呢，太紧了。刚才是这两个位置了。啊，对，这两个，它有编号的。嗯。当时下面还有没号码。还要剪得过来那个。